哎，阿成，你想菜渣吗？还好啊，怎么这么说？那你想念鱼干吗？不会啊。啊，那完蛋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我把他们都请来了。欢迎收看《酷酷兄弟》。哇哦，哇哦，请来的这两位啊，都不是你想的人。好、我想的是谁啊？你说雨公刘菜，或者是我们今天请来的这两位呢？从好远的地方跑过来哦，东南亚是不是啊？东南，那刚去哪？你不要乱丢啦！开玩笑，从台中来的是不是？对啊。今天怎么来的？今天怎么来？坐客运。游泳来的。游泳来？你说游？你说台湾海峡游过来是不是？对。我们欢迎鱼干，欢迎菜渣，欢迎欢迎。大家应该都不陌生，他们两位。是啊是啊。听说菜渣的工作室里面什么不多，桌游最多，是不是？真的。今天看过桌上这些桌游，有你。工作室里面有的都有，刚好都没有，刚好都没有，是不是？对，但是今天过后就有了，就会有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家里开桌游店就是不一样，他们桌游多到不行。我们今天玩四款桌游，不如这样子好了，阿庆你先来介绍一款，你先从你介绍的开始玩起，从我介绍的开始，从长得最像你的开始，这一只，耶、yeah 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这只小鸡怎么玩啊？这是霸凌吧？这只小鸡呢，其实就是你可以看到它中间其实插了很多根针，这个是个位置。小麦之类的东西，是羽毛，就是插在它身上，然后等一下呢，就是轮流，那它这个小鸡的头是可以跟着身体整个人一起转的，这个鸡头不得了啊，这个鸡头可以转的，然后嘞，我跟你们说嘞，等一下那个一个人下面会有一个盘子，是我看到，可以看到它下面是一个四格的盘子，有角度，这是四格啦，这样比较看得清楚，然后一人一只一格。我们就照顺序来，好，然后看谁抽出来的时候蛋掉下来最多哦，谁就是 loser， 输了要不要有个奖励？不是奖励，输了怎么会奖励？输了要奖励，罚惩罚，我们今天惩罚。网路上现在非常非常红的就是这把枪，我告诉你，这把枪是假枪，千万在家里不要拿真枪玩，我不觉得你家里有枪，谁家会有枪？总而言之，就算你家里有枪的话，也不要这样玩，这样玩，这个是玩具枪。那这个玩具枪呢，非常有趣，当你把扳机扣下去的时候。然后你可以宣告他死亡的时候，这个有点像是俄罗斯轮盘，没玩过。他没有，他是那个左轮手枪，就是里面只有一发子弹，没有错，看谁会压到那发，然后气球就会破。没有错，这个左轮手枪里面有六发，那里面只有一发，六个填充口，然后只有一发可以激发。里面有针，是。那输的呢，就是给另外三个人轮流激发一次，也就是会被激发三次。所以输的人有一次，其他人还是都会有。不对，输的那个人要拿着枪连开三枪，然后被连开三枪。哇塞 ，OK 吗？那我可以就是假装我开一发，但是。好，我们可以开始游戏了嗎。好了，那由谁先来呢？我们先让菜渣来哈。先让菜渣来好。先说，菜渣你是掉下来越多的人算输哦。掉下来越多的输。对，那你先来。我们的格子有算吗？还是你就抽啊？你就是这一个，你就这一个，我就是这个了。鱼干、阿谦、阿神 ，OK 吗？好，来 ，Ready Go。OK 的。速度。真的吗？噼啪噼啪噼啪，感觉没什么危险的吧？换你了。越来越少哎，越来越少了。哎，收到了。这个送我，这个送我。啊，挺多蛋的，我已经有五颗了。把蛋现在没人加，越掉越多，还有一颗是不是？还有一颗，帮我移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没关系，再算一颗就好了。返回去啊，然后倒出来，拨出去。就摸摸把你倒光，已经六颗哎，已经六颗，但好像才几颗而已，你要输了。好啊，这个抽这个不得了哦，现在开始会认真了，一颗，两颗，只有倒吗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现在鱼竿有七颗，好吗？我们把它拉出来，来，我扶着，我扶着。好，来，好，七颗蛋，换阿谦，这里哦，这掉下来算你的哦。我觉得应该是不会输啦。所以现在是鱼竿跟我在 PK 就对了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天啊，我人生竟然能跟阿谦竞争一回。对啊，上面也没有到六颗啊。哎呦，你也太会了吧！你每次都把我要抽的那一根抽走。两颗，转，还剩下两颗。你要转。转过来。哎，好紧张哦！鱼竿，那棍是我的。Oh my god！ 阿谦，兄弟一场啊，救个命啊！兄弟一场啊，救个命！我才一颗啊！你把两颗，这个，哇塞！Good job！
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没，游戏还没结束。因为我已经称霸这个游戏。让你转吧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看，兄弟。有啊，这个可以抽，这个可以抽，这个我抽到。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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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行。那不就换我了？那一定都是你的、啊，怎么可能待在一根上面？你们两个就互开啊，我们就互开一枪好不好？那我们就互开一枪，换你了，崔渣。真的没救吗？这没救啊，怎么可能停在一根上面呢、啊？好 ，OK， 比赛结束，我们来看一下、哦、分数是这样。阿神呢，我一二三四五六七颗鱼竿，一二三四五六七颗，就交给阿谦帮我开枪，崔渣帮鱼竿开枪，好不好？好，第一枪谁来？谁先？对，来自己上场哦。好啦，旅行开始喽！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嘣！三，哇！哈有地方是爆的吗？哎、欸，你这个很烂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是你转的、欸，可是很烂哎、欸！你自己上场的、欸，你自己上的场、欸，哪有人地方就爆的啦？做得很好，做得很好。我们没有造假、啊欸，难得做得那么好。真的吗？不错不错，不错不错 ，nice。哎、欸，你们还没有逃过，还有一发。这样你还是要开一发哎、欸。而且里面还是阿神的口水，对，我先拿这包去卖，然后我自己吹一包。等一下，要我吹不起来了，我往下看。你确定不是吹好之后再装上去吗？没有没有，他吹好之后装上去。你让菜渣是这样子用吗？对啊，这样子用，对。我自己上吗？看你，看你，那声音听起来很恶心哎。OK， 来吧来吧来吧，感觉不会中了，六分之一。哇！抖了一下，尿都散了。吓到了！我们的第二款桌游，我们来玩个吃火锅好了。吃火锅吗？对，我们来吃个火锅。比夹这个对不对？是的。刚刚上了那么多鸡蛋，这个东西怎么玩？它好像有电源吼。对。那要怎么打开电源？一直抖抖抖的。啊，打开了。然后可以设定秒数，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火锅料。对，然后把它放在上面来，然后它这边可以设定秒数。我们玩个一分钟怎么样？一起玩吗？四个人一起玩，一起玩啊！玩个一分钟，一分钟。好，一个人选一道菜，好不好？就是说那道菜的时候就开始夹，然后每十秒钟换一次，就是换一个人喊要夹什么东西。这样太乱了吧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试试看自己自创规则，好不好 ？OK。所以这个东西，自己拿筷子。可是这样子，每个人定义的东西也不太一样啊。没关系，要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啊。哦。像你们觉得这个是什么？蛋，鸟蛋，鸟蛋。这个呢？丸子。这个呢，那个萝卜，蒙古包，萝卜。你知道这种不是里面有时候都会包肉吗？啊，不管了，萝卜啦，是不是？萝卜比较好吃啊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才是蒙古包，福袋吧？蒙古包，福袋，福袋。对对对，虾子，好吧。三角板，这是蒟蒻之类的。蒟蒻，我上去，我要开什么？准备好？那我先来，喊。这是会动的。对对对对，要开始。Ready， stop。蒟蒻。耶！你的手，蒟蒻，我看到蒟蒻，不要喷出去了！哎，换下一个，丸子，哪有丸子啊？丸子在这里吗？我怎么可以夹丸子的？蛋跑出去了，这是我的。鱼竿，快点！蛋，蛋史上最难夹哎！走开啦，你的筷子！菜渣！哎，你在这样吃火锅会没福气吗？给我蛋。福袋啊，没有蛋的啦！福袋，换我了啊！虾子，我的，不要，抢我的虾子！阿谦，阿谦，蛋，蛋都夹不起来，整个锅子都拿过去了，再跑走，鱼竿，萝卜已经没夹不起来，四。三，要进去了，一，随便了，噔噔，我除了蛋都有夹到，好了，好猛哦，我们先来看一下，哎，这到底是谁制定的规则？好烂哦，还蛮好玩，好不好？到底在玩？食物还掉到地上，好，没关系，紧张又刺激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每个人各得几分，好不好？阿神，我呢，我得了1、2、3、4、5分，嗯，夹到几个就算几分，所以团只算一二三，没有那么多，五分，我们是四分哦，阿神四分。鱼竿几分呢？五分。鱼竿一二三四五分。菜渣一二三四五，开三枪。拜托让我中那个。我们来扣扳机。好。要在他耳朵前扣扳机。哎，我刚刚没那么近啦。我近，还好。不要动，你不要动。我手上拿的是什么？枪，武器。走。
可恶，这个好恐怖、哦。交给我。来来来来来，贴着他的耳膜，好不好？不行，我耳朵会受伤，我刚没有那么近。一二。哦。刚刚鱼竿已经开了一枪了，我也开一枪，然后鱼竿又再开一枪。没有，你的内枪早就爆了。也就是还是没有，现在已经开两枪了。鱼竿刚刚开一枪，跟我这边开，哎，三枪。嗯哼，在这是第四枪。哎，你运气很好哎，竟然太厉害了，打蚊子啊！好啦，那下一款游戏我们来玩。我们来玩的是老鼠，好可爱哦，这个老鼠。好的，那谁先来呢？我先来好不好？我先来，那我们都拿起来转好不好？看到了吗？啊，等啊，少一个工具。好，准备喽，三、二、一。啊，红色。那你就拿这个抽，你可以自己选头或是尾。就戳出来是不是？对，把它戳出来。哇，这好恐怖哦。好，换我了。哎，我们有规则啊，不能抽上面三层啊。好不好？哦，是啊。对，就是三层，上面三层。你自己想的吗？我自己想的。好有创意。上面三层不能够动啊。好，贴在身上。好了，看我了，三二一。什么颜色？绿色。来，抽出绿色吧。哎呦，你抽我那个地方，先让地基不稳，等一下就是你身。OK。它放上去了。怎么叠上去了？那放上去了，好像不用放上去了。不用放上去了，不用放上去了。制造很压力吗？来来来来，你就拿起来。这里呢？对，好，转喽 ，Go。黄色，黄色，好，黄色，那你就黄色，下面黄色好多，挺多的呢，还是太好了，这个松松的呢，感觉挺方便的，哎，蔡一张 ，OK 吗？准备喽，转，绿色，你这个角度有点难戳，看不太到，对，看不太到，你可以调个位置戳，有，这个，我是有点坚硬的，哇，他动作超快，哎，急啊，哎，下一个换我，我觉得老鼠差不多在第二轮开始就会开始动了，就开始崩盘了，是不是 ？Go。红色，哎，喂，你看不出来这是红色。Easy， 什么事都没发生，好吗 ？OK， 换我。哎，其实有点难的这个。快打，绿色，绿色。嗯哇，你要弄那么低哦，它连地基不稳哎。下面好空洞哦，希望我抽到紫色。行，它没有下去，多搓一点，多搓一点。OK， 来。三 go， 黄色，黄色，哎，黄色其实已经都松松散散，感觉搓一下就会倒了。这个题挺不错的，哎，我觉得中间结构已经有点，哦，还没，它快摔下来了。冷静一点啦。老鼠发出声音是，哦，没事，还没，它不是完全摔伤是不是？还没有没有吧，摔到地板上就输了。黄色，黄色，为爱好而已，为爱好。黄色，我们是不是进度要快一点啊？一个人搓两次怎么样？太可怕了。两个一样颜色的，两个一样颜色好不好？好，两个一样颜色。现在第三回合开始变换规则了，我们都还没有抽到紫色，来，绿色，两个绿色的哦，然后20个绿色的，然后不能抽上那一层，一个，哎，那个，抽成 cheese， 两个，好，都没有人抽到紫色，我来抽个紫色好了，三二一，紫色，那紫色，紫色，两个应该行啊。好不稳哦，好不稳哦！你硬要哎！哎呦，这个出来就这样。Nice job！ 两个，紫色两个，会不会被抽完呢？好不稳哦！到底谁？每个都好坚硬哦。顶 Coco， 就像空姐一样。可以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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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，还要一个哦，还要一个，撑得住哎！还要一个紫色哦。那我刚刚推到一半的哦，这个抖的应该还好啦，这个应该会崩哦。没事，要出来要出来。OK， 来蔡一章这个可危险了。我已经抽出六个了嘿。紫色。对啊。美丽哦。紫色。快没紫色嘞。我先颁奖好不好？哇塞。还没吗？你还有希望。应该还没啦。真的吗？你就乱搓啊。哎呀，这个好松啊。这个 OK。再一个。那个绝对不行。哎，那不是换我了吗？没有啊，两个。我就接下来就换。哇！快讲颁奖，安静。OK， 你是挺少的，颁奖了，哒哒哒哒哒哒。我先。这两发内会爆哎，不一定啊，它不一定是六分之一吧？我觉得啦，怎么可能？听哦，听这个声音。哎，大家会怕吗？压力有点大。来啊，主角。
哇，抖了一下，抖了一下。是这一发如果没有爆的话，就代表它不是六分之一。嗯哼 ，OK， 就下一发。炸弹准备好了吗？嗯，真的、哦，我要按了。确定你准备好了？真的，但没有爆，所以它不是六分之一，它根本不会爆。为什么是你自己？我想试试看是吧？来喽 ，three, two, one。哎、欸，我怎么还在爆炸？这个我喜欢。不是吧？哎、欸，丁下大雨，给我气球。哎、欸，你故意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？你为什么不弄你自己？你为什么不弄你？不会爆了，不会爆。好了，今天这集 episode 我差不多看到这，希望爆粉喜欢今天这集 episode。如果喜欢的话，不要忘在左下角有喜欢，在左上角订阅。今天频道有些个热门动态，我们下一期再见喽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不会爆，他不会爆。